其实由 U17 的训练已经和以往 U13 和 U15 有很大的分别，举例在球员的速度、体能、耐力、战术的要求。啱啱完咗呢个暑假咧，咁亦都会有六个嘅旧年嘅 U17 嘅成员咧，系提升咗咧上去飞马嘅暑期嘅训练嗰度咧，系跟住一齐操嘅。咁嗰啲青少年球员就可以从中得到一啲即系专业嘅知识啦，亦都可以感受下甲组嘅生活啦，从而令到学员可以更快适应到预备组甚至乎更高水平嘅赛事。